今天凌晨发生了规模 6.1 的地震，13个县市国家级警报狂响。气象署表示，就是4月3号的余震序列。根据统计，这余震至少还需要3到6个月才会比较趋缓，提醒观众朋友特别留意。更多最新的地震资讯，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各节新闻。感谢您加入今天的中视早安新闻，我是蔡晴玉。更多新闻内容，请您持续锁定。